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，11月30号至12月2号，2023年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、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，花卉展区设在福建漳州东南花都花博园。博览会以两岸勤农融合发展为主题，将邀请两岸各界人士、涉农企业、社会团体、专家学者等近万名人士与会。期间呢，将组织海峡两岸农业融合发展论坛、优质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会、两岸农民共庆丰收暨两岸味道集市、相见相创、振兴有我、两岸青年交流会等活动。